列同学又烤肉了，猪肉、香肠、鹌鹑，好香啊！翻个面，已经翻面了。这个肉也要翻个面了。香肠先熟，先尝为快。好吃啊，列同学。土豆、猪肉，我做的米饭，列同学的拿手沙拉，还有刚才最先出锅的香肠。开饭，好吧，装盘。这冬天呢，预热的这个盘子真的是非常重要。一人一个。不然拿出来了马上就凉了，是不是？要不要两个？还是一个？两个吧。嗯。肚子饿了，刚才还吃了一根香肠呢，随便拿。味道是好极的。不如实还说，我不要，不想要，不想要。太肥了，看到我不舒服。这简直是猪肉是太好了。Bruce 还说晚上要，要是他的包裹到了，他明天晚上回来的。那就好，就可以开。他要帮忙解决这个猪肉。猪肉这些东西。不需要饭，我什么都不需要，刚才吃了。一点也不要。我不需要，我已经等不得要吃这个鹌鹑了。好香，好香啊！很鲜。你看这个鹌鹑里头烤的真的很嫩很嫩了，又入味。你这个方法真好，比红烧要好吃，而且还可以吃两天。两三天。这个香肠我再说一次，好，真的是好，里头全是很 juicy 的瘦肉。英国口味的，我就拿手吃，你也要入相。好吃，好吃，都好吃。